我们2024年台南好礼甄选活动即将开始。那在2023年，甚至过去我们台南好礼事实上都获得了消费者非常高的满意度，几乎是没有什么客诉的。但是我们还是要精益求精，除了在品质提升之外，在今年的数量上也从30组扩充到60组。不过也特别交代了这个经发局，宁缺毋滥。过去30组要扩充是为了怕避免无珠之憾，那现在扩充到60组之后，如果有品质没有达标的，我们宁可不足60组，或者是要维持台南好物、台南好礼的品质。那今年不仅是要带文创、带美食，更希望说大家能够对于台南今年台南400所产生的这个台南好礼，能够更加青睐、更加支持。维持的好的品质是我们会要求店家来做的，维持好的这个行销宣传是市府会协同店家一起共同努力。也希望大家看到许许多多的台南好礼，记得来台南走走逛逛、吃吃喝喝买买，保证 CP 值超高，保证您值回票价。OK， 谢谢。